不光要保证航天员完成这个工作，我们同时的地面保障条件，包括这个测控条件啊，然后机翼的配合呀，以及整站的一个状态设置，都是需要根据这个航天员工作的进度来实时调整的。我们也看到，随着天地协同配合的这效率提高，整个出舱活动的效率在提高。控制精度要求是比较高的，它是一个在太空中工作的一个机器人系统的整个控制，对地面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。